就在停车场里，两派人马大打出手，有人出脚猛踹，有人拿起安全帽当武器，用力猛打。怎么在这里检验？给你啊！拜托啊！甚至四五个人将人团团围住，徒手围殴。冲突发生在27号凌晨，双方疑似彼此看不顺眼，挑衅互呛之后发生了肢体冲突。结果穿着白色上衣的两个人对上另一派九个人，人单势薄的两人被打伤，其中一人手指骨折，一人擦挫伤，还好没有危及生命。警方快打部队到场后，当场带回了五名涉嫌动手的男子，并掌握其余四个人的身份。全案已经依聚众斗殴、伤害及妨害秩序等罪嫌送办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